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金肉妈妈 Melody。 大家好，我是金肉爸爸 JZ。 我跟金肉爸爸呢，我们都是美国运动协会 ACE 认证的个人体适能教官，并且呢，我和金肉爸爸也都是 Feed Taiwan 台湾区的一些认证学分课程的授课的教官。我们两个呢，其实都不是天生拥有好身材和健康的人。我以前是一个瘦竹竿，后来我靠着重量训练来达到让身体变强壮，所以我自己喜欢做的就是很传统的重量训练。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一般的学员或一般人，他们其实需要的是建构身体的功能以及达到很好的运动量。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透过功能性训练可以达到对于大众非常好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让金肉妈妈在怀孕之后可以迅速在几个月恢复身材，然后甚至身材比以前更好。所以现在呢，我和金肉爸爸也要把这些小小的方法逐步的从最简单由零开始分享给我们想想学的学员们。请各位学员们多多锁定想想学金肉爸爸妈妈的运动教学频道哦，我们会有陆陆续续各式各样的运动准备上架，让你们一起找回美丽与健康。